装几个桶工？哦，一个装浙江牛。大家好，我是二妹。前两天我在网上买了两个摄像头，然后现在叫小哥帮我装。装好了，卖完砂糖橘，把家里的事办好了，外出打工去了。辉哥他们都去找工作了，不知道找到了没有，最近我都没有时间看，偶尔就是刷到他一下。还有就是很多朋友给我私信还有评论区，我都没有时间回复，因为最近太忙了，每天都摘果，所以最近都没怎么回复评论区的朋友，还有就是私信，希望大家谅解啊。赶紧都给你们看看小哥怎么装的。这个装应该不是很难。哦，万能工。很难，那你自己装的。我没那么高啊。上楼梯。万能工，哎，去打工要不要去啊？带你一起去。带你当靓仔去。我不去。干嘛不去？在家里干嘛？就在家里。守那一亩三分地，你家又没什么事做。去不去啊？去广东或者浙江那边。一起去呗，有伴。你看辉哥都出去了。唉，装好摄像头在这里，什么时候都看得到。我自己又不会装。这孔凿的也挺歪的。里面这不是有钢筋，打到钢筋歪了。哎，像你这样可以去搞个电工证啊。在外面找工作，工资也挺高的。这个螺丝不行。不行，那怎么办？再找。我刚刚钻那个孔，钻的有点歪了。是不是钻到钢筋了？那我去找一个。没那么高手，哎呀，辉哥都去大城市找了，找事做了，一起去呗，不去在家又没钱用。我都羡慕辉哥了，月入过万哦。对呀、啊，月入不是月入过万的问题，而是他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月入过万的有点难，我不要求那么高，一个月有6000块钱就行了。广东深圳那边一般都是上夜班的多，浙江那边我听朋友说，就是白班的多。不知道是不是，因为我没有去过浙江那边发展过，我就在以前就是在深圳那边待了十来年，就是对深圳比较了解。来啊，不用合起来。来。好冷，我搞火去了。前面的都已经装好了。